合适呀。好帅呀。好傻呀。你在指指自己。好衰呀。好损呀。哎，你这也好骚呀。好什么骚？好骚啊。我从这儿开始演。可以。皇上呀。哎呀，这个会来事儿啊。这个皇上，皇叔啊。皇叔啊。华少呀。华少呀。华少呀。霍思燕。霍思燕。黄圣依。哇。红烧肉。哎，肉不对，肉是儿。不是外。红烧肉，红烧肉。东北话吧。红烧肉。哎，你肉也不对。红烧鱼。会山药。啊。孙悦，会红鱼，哦，会红鱼不对，那是 S， 中间是 S， 不是会红鱼，会鲨鱼，会鲨鱼啊！你俩拿这当德云社了是吗？都不回去了是吗？这轮获胜的是我们的灰化飞车。终于赢了，终于赢了。下一题，来菲菲，这是个格式对不对？对 ，A B C B 的组词啊、嗯，口服心服，倚老卖老，自然而然。别说了， okay. 别说了。哎呀，这下把你能耐的，这个可以说一。好长时间啊！玛丽来了啊！你浓我浓，哇！你看人家这文化，你浓我浓，你能，这怎么还呛呛起来了呢？你能。续啥？刚那个不算对，小宋来。心服口服，说过了吧？说了口服心服，这会儿是心服口服，口服心服，心服口服。啊，人云亦云。对，人云亦云。一眼还眼，有人说没？一眼还眼没有。以牙还牙，以牙还牙。有一说一，哎。有二说二。没这个啊，有二说二没这个啊。有理说理，有理说理。没理讲理。月月。没理讲什么理啊，没理那叫变三分。什么有话说话。有事儿说事儿。你老捡漏。哎，我们厂能够开除这个人，这老捡漏的。这个。一口两口。什么？不喝酒呢，完了说喝一口两口。月月，我给解释一下，刚才你挨喷的是腾哥答错的那题。来，王牌队。一喜一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。都不对，都不对，都不对，都是一，都是一，全错，全错，连错仨子，一了百了，一了百了啊，自说自话，不对，哎，对，你的是一三位了，种瓜得瓜，种字儿的。
就是，对了对了，这得罚他，这得罚他啊，这逞能得罚他啊，给他们堵住，堵住他们的路，堵住他们的路，堵住他们的路。我棒不棒？嗯，什么？这个棒，可以可以棒，但是会有很多一样的。我胖不胖？我帅不帅？我瘦不瘦？瘦。还湿不湿？还喝不喝？怎么就成了一趴互动环节了呢？还去不去？还要不要？还录不录？气不气？我太气了！我冤不冤？哎，我冤不冤？能对呀、啊！我冤不冤？我冤不冤？这轮获胜的是我们的灰化肥车间。谢谢大聪这轮的参与，谢谢。谢谢。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高途课堂脑力 PK 时刻。80年代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个好歌传唱至今，这轮我们就来考验一下大家这个歌曲的储备量。那基本是花花的主场了，就我没有大张伟，别提我，别提我。哎，这个你还真不知道，我曾经跟大张伟合作过这一趴，大张伟给我的答复是我都不爱记歌词儿。本轮的游戏规则，两队根据题板给出的题目呢轮流抢答，唱出和主题相符的歌曲，如果不符合要接受喷气惩罚，受到喷气比较少的那组就获胜了。这轮我们还是给王牌家族请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外援啊，出现了，欢迎白凯南啊，白老师来了，白老师出现了，谁来？姑娘，你先唱一首歌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要这样。这一题就是长辈对晚辈唱的歌曲都可以。菲菲唱歌喽！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妈妈刷刷筷子、洗洗碗。这哇！这是哪首诗？菲菲，你唱歌好好听啊！快，真的挺好听的，是吧，大张伟？你聋了吗？这是怎么了？再唱两句吧，快唱两句！就为什么要惩罚我？对不起大家。好，谢谢菲菲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你走让是吧？先生你行，等会儿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你先来，来一个啊！那个，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长辈对孩子这么说的吧？来，我来这个啊，是那个亲亲吧，我的宝贝。你拿那架子干嘛？我要越过高山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。就不用唱完。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爱你。哇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好好好好。我亲爱的小孩，你是否能让我看清楚？行，缓一缓，粉丝太多啊。然后，等会儿。宝贝，我是你的大树。哎，对对对，爸爸去哪儿了？那个。爸爸，你会唱小星星吗？我不会。爸比，你会唱小星星吗？刚才我唱过了，那歌已经唱过了，是你的大叔，当然我们已经唱过了，不是一句，不是一句，我们可以把《爸爸去哪儿》那个歌整首唱完是吧？每个不能重复同一首歌啊。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，这个好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对的。白凯南老师膨胀了，然后当成爷爷啊。哎，为什么还喷？哎，沈涛还在那说，哎，确实是对的，对的。这歌的原词是我爷爷小的时候。哦，是我爷爷小的时候，不是你爷爷我小的时候。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。
不是，后来就弄得我都分不清哪是真的了啊。小宋有没有答案？帮一帮，帮一帮。我活着是你的魂儿啊。这是吗？啥？我活着啥？死了是你的魂儿啊。你想？赖我，让你上去挨喷了一回。给儿子唱一个儿子的歌，儿子的歌。2002年的没有这个歌哈。儿子，我别喷我。我要变成童话里，这跟爸爸有什么关系？你爱的那个天使展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，怎么了？不是，这跟怎么了？这唱给谁的呀？父亲唱给儿子，展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对，有道理，特别有道理。哎，真是，反正我信了，是我信了。守护你，对，可以。好像我们这边碎嘴子哈，说不过那边的碎嘴子。哎呀，望着天空拍拍呀，勇敢站起来。就是小孩子摔跤了，去，勇敢站起来。啊，哎，反正愣来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。那这也行？那当然了。祝你平安哦，祝你平安。祝你平安是唱老师的。那你要这么说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这个可以。没有，这个更像那个。对。这一轮获胜的是灰化肥车间。